因为你的 MV 这么累，我跟你讲，宏哥，你刚好看到他那个跳舞那个舞步，我刚才在跳。下一个 MV 你就让他一个人跳现代舞，跳一整支，真的别点阅率保证是爆的。刚刚那一分钟我就不行了，何况是三分钟。你可以唱一下主歌，你让他看一下他那个现场的戏是怎么样。主歌，对烟火那个部分好了。我没有刚才最再见烟火，对对对。最亲爱的烟火，再见了，也请你带走我，既然没情啊，留不下我一个轮廓。是这种感觉，厉害，是不是非常的精彩？我觉得，而且他的烟火，为了让大家知道，还有蹦，对，就蹦，再收回来。好，但是这个才华真的是必须让大家看到。刚刚是因为怕影响红哥唱歌，真的，对，我想还是要好好打歌一下，这样。我觉得现在这 MV 就这么决定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决定，这样 MV 就到手。而且我跟你讲。